两次加无用。嗯，过年了，因着，不过因少无偌久呢，因后日除夕搁买来菜。我是除夕无？除夕无？我听讲除夕还毋着拜。伊是二月除夕，毋是讲二月十号，除夕二月十一嘛。是二月十号，还搁怪着二月十六。十六还少啦，我还少五天尔呢。嗯。你即个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即五天。十五暗就拜二，好，除夕拜三嘛。嘿，除夕是拜四。拜四哦。拜迄个六。哦。第四、第二，后日啊，二月十是礼拜二嘛，你讲着搁要来啊？你敢无人要来？敢我来？哦，你敢不来？我啊，伫要坐高铁的到台南，搁坐客运车过。哦。你啊，应该毋是迄条车附近的啦。毋是我台中人。台中人。嗯。会知我是个乌里人。会知我是乌里的，啊，会到过落，会到是阮弟后载落。Hello， 小许你好，陈法医你好，你们在等对不对？我看现在几点？两点。两点半开始。新宇你好。哇，我大哥，你今天这么早来？你今天要？拿了两只土豆。啊，今天你有看到早上有两只土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要来这边拿？早上你有看到没有买掉？没有卖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要？我看到你多大只啊？就那种小土豆。哇！来，先买好吃的。什么鱼呀？偷偷。偷车啊？哦，宝贝。大家都是这样。推家一个这样。也在我这。现在我要看着，按过无买对伊个头来得块。哦。上礼拜就买，就有买了，买两个冰盘，就是看到那个台买冰盘的。哦。啊，你回去有弄？有啊。好吃。嗯，不错。那个人冻的不吃太多。有啊，伊只冰盘都有。哈哈。冰盘要钱，是不是？对啦。这冰盘你要要钱。以前伊较早，我之前买袂着，伊大细买就对啦。嗯。加台。十五块，你想话十五块一千块是要赚呐？那不，这也这底是料啦。那一半拢，根本无拢料啦，还无要赚。哎呀，无料就真好啊，搁要赚。哎呀，我一半十五块是咧就。去外口去菜市啊，小卖你看卖一卖偌济公？哎呀，无两百就袂歹，即摆百五，凊彩买百五。对啊。有诶，搁较好诶鱼啊，迄种啥物？红水石斑鱼，咱们讲咱个伊上少会算着对吧？不管啥伊上少，上少买一百，一百个算百三十。哦，外口客无一百啊，对啊，一百。哦，我一准百三十。看称一两多。你想啊，十八个称啊。啊，伊十五买呢？对啊。伊多人称啊。一百是讲话，伊讲是讲买，就加上后壁想买变小小的，伊讲想买百二。无人买，我爱照办个单入去。啊，伊爱买百二啦。哎，所以讲讲啊，我估计买个仔，你过江的仔无。伊迄时一定在台呀，伊嘛无时间台。伊较早有一站，有一站为着我台，十我台都要我台的，要台的。哎，啊有一站我都还无我台，啊来搞不了，真正无闲。伊真正无时间啊，真正。其实讲个礼拜花完，拜一拜二要结婚啊。其实我讲嘛，其实台的拢卖过，啊是讲有就要人来陪啊，啊你有就是讲。你有开钱啊？就对，加听讲，你开过两万多，会加等。对啊，加等。以前，加听遐等，佮加听讲阿伯佮不买。以前佮港口只阿伯开啊。对啊对啊，五五是当地阿伯开啊。我原来是做一做地产。对啊。但是拢无，阿姐来买啊。买啊，伊今年啊，对今年啊，今年阿姐我有在买啊，阿姨我有拜。你买菜大细买啊，拢都菜要三十几，要菜到中华这来。我讲，哦嘛，你万一敢菜一个三十几，要惊着讲，
好啊，无一件要我来开。啊，从伊就开始到伊台啊，系啊，啊来台就染了用。不过你台太无用。你台一带了，搁过来你台伊应该拢做事了吧？有啊，咱来台啊，咱我是换电我台啊，啊唔就是讲，哦你咱真正哦，一摆台三十几尾哦，你真正惊你干啥？是大细尾啊，你若讲讲大尾，啊后细尾后大尾哦。每只台台话搁无共款，你像你伫遐咧固定，你是台得啊。哦，台后尾啊哦，爱摆台就上上只摆台尾啦。哦，迄个红来鱼。都足少人嘞吧？足少，已经足久了。以前有啦，拄啊往来迄带我家己买先大只，爱心我唔知啦。伊讲，伊啊先烧我温水烫过遐台，迄人吼，足歹用台，爱用台哦，佮大片佮来，往来去，阿姨迄正常阿姨啊，用家电吼。我伊迄伊就啊足歹用，啊用手就袂，伊用来用喷粗，啊我只好，我只好用一个塑胶了嘛。你是材料，你也无你无处理一下，但一个这厨房以下个。无无，啊我用伫楼口，因为我打伫厨房底用着，唔对，这个喷较贵，我煞吹楼口，特大塑胶用来，特色大内底哦，特别爱强，较贵个。啊无你带个穿个衫哦，麻烦。啊，尾啊来，搁等久，我来讲啊，等足久尾啊有啊，但是说要无我第八过来搞个，爱种伊啊，种爱伊啊。伊即摆吼，拄好人看直播看到种较少个时间，马上过来哦，进来相亲嘛，因为当时也真个感兴趣个，有无？就像你进前有啥物戴帽子班迄个，就另外几种几单，伊只搬落来了搁二十分，放几间搁摆啊，无囡仔。有啊，个蛋有鸡蛋啦，蛋有鸡蛋，真个啦。你要食？你要食？鸡啊鸡啊，拍个，鸡啊鸡啊。因为伊早有去吃一摆嘛吼，伊嘛伊早一个金菜后才去吃。哦。所以伊边刷了过来过啦。伊早一个金菜后到十二点嘛，然后去吃个十二点半到家。所以一拜六会较早，啊礼拜无啊多。一拜六会早无饲，所以会通较早。啊礼拜两饲，会早一车补一饲，所以伊遐边无饮料，我过来这边。请看恁爸，恁爸了哦。一礼拜才四台到啦，一礼拜个你换，一礼拜要到两只四台开始。哎呀，那边的，那边的饲。拄啊，人家坐无，啊物件坐了顺的话，就迄落啊。有当时过等于补货。系啊。好，感谢啊，王大哥，陈汉好咯，小陈你好，瑞龙你好。王大哥不用访问啦，他那么低调。谁嘟嘟左卫门好久没出现了，你那里也回哦。够人叫我马访问你了。嘉惠哈喽，我到那边，这边有太阳，我到前面那边，不然太阳这样晒我的机器，等一下会热死。到这边来。这边比较没太阳。嘿。你好，我爱彩铃。我爱彩铃。哎呀，我下架，来呀，快下。好哦，巨星登场哦，来哦，升降舞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嗯，颁奖呀，你讲，哦，我是用来耍宝啊呀，金钟奖啊，你给我金子回头呀，金钟奖啊。
不要害桃，不要害。进来一点，好，开车了。在上对啊，不收五万，直接卸下，好挂挂，好。哥，你加油哈！我叫你副哥，一下我别副哥。叫你以后叫什么 ？OK。辛苦了啊，因为你辛苦了，人家知啊，今日有啥物件？这里哦，车要不要堵哦？还倒塞啊！倒塞啊！倒塞啊！倒塞哦，你妹哦！挂出来了啦！来那你们顺的熟悉的镜头，有啊，开啊，开啊，嗯，开啊，哦，哎，哦，玩对人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招待一下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有吗？证明你好。哎，郑明，你有来哦？你今天要买什么？你上次谢谢你的乌鱼子哦，我们已经，我第一步要处理到怎样的，好像有捐出去了。魏全，你好。好。魏全，你好。啊来哦，看一下直播啦。哎呀，这老念啊，嗯，这是直播，这老念老念老念。我老哥，我亏的。嗯。我不了。还好啦，还要紧张。哔哔哔哔。过去一下子的没有，没龙龙眼啊。来，看你这个眼睛。大哥，我们来看买什么样的法子。来呀，我找你们。他们叫了，我站了一点。吴金宇，你好。要是老手机了。好水。哦，平的啦，平的啦。啊，都阿伯用买的平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四月十号呢。已经拉折四折了。妈妈，你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小心，不要啦！好了。现在是在高雄新达港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来，过来发声啦！我靠近哎！啊，走走走！千万万人在等你啊！没什么睡觉了，你们等一下啊！大家要排呀！你看锤啊，爹！你看你俩不要，你俩的怎么变成这样？我们拿三亿钱。哎呀，这够他够！谁住这边？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前面准备都这么好笑？Thank you.
皮皮你好，太保香你好，瑞龙 ，hello。爸爸都会看的。李同学你好，郭国祥你好。他那个口罩好像是。哇塞，比基尼了吧？啊，够老的哦。我有给他那个陈草家给我的口罩，我有给那个红豆那个口罩，娃娃也有口罩啊，刚才我叫我弟拿去给娃娃了，早上那个陈草家有给我，他上次说要白色口罩，陈草家有拿一袋口罩给我，我弟等一下会拿给娃娃。不是啊，小女生是，那爸爸有在看直播啊。安仔早，如果你要来的话，哎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如果你要来的话，那你要不要别玩了，别讨论，打麻将，还叫爆米，一样，红豆饼、鸡蛋糕。不跟他啊，来，喝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对，可以点菜了，来，薛克啊，我来，阿大家。台湾秘书咧，秘书在的呀。今天不是今天经理。秘书今天无上班，上伊咧看房价，伊咧今天无来上班。我无给钱头，后边阿袂。用手看呢。来，小哥啊，规趟拢没了吧？大哥，我你等下顾着拍摄。来，500块来。500块，来哦！哦，来，下边，好，你等下都，要跟我来，500块来，哦，来，别走啊，来，我先来走啦，哦，好会皮啊，来咋走啊？来，500弄完啊，小姐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客人来找钱，一个客人，来，这两姐姐来。哇，正哥昨天有来，每次正哥来我都很害怕。他昨天竟然问我，你蟹肉棒吃完了吗？我说，怎么可能吃完？你给我100只，你给我100只蟹肉棒，我怎么吃啊？来，等签收。警告前辈啦！哦，你看，很老啊，这大块啊，哪要吃这两尾？这两尾啊，这大块挑来海里，所以今仔菜才换来啦，去吃这两尾啦，会发光啦。来，千五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十八里哦，那么大，来1000块，几条尾都1000块来，来啦，没有啦，哥被难等下解锁啦，啊，不会耽误顾啊，啊，多喝两尾俩。啊，直接来，家己快吃呀！我怕无助手啊，我要哪落啊？都拍啊，拍对啊！好来，啊，一边菜一只，有没有口袋？好了，我装给你啊！来，这个不用啊，大哥落来，是小 case。来啊，要吃什么？来，赶快！我饿到啊！迅咖才坐一次。来，三咖